所以啊，因为咱在做做一个贵宾吼，啊，我相信吼，啊，是咱以上哈，咱这个啊专家吼，来在讨论内底吼，一定有做一个啊想要发言的吼，所以啊，我想讲这刚开始吼，我想讲来邀请李同学来李教授吼来讲课。顺便不顺便，人叫我讲话。我今仔日来感慨足济啦，我参加这个会吼，第一个就是一个在即处，甲大家道歉。因为阮即地人努力无够，啊，就互下地吼，啊，那大家受遮侪艰苦，啊，我甲大家道歉一下。免客气啊！我原来知影讲，伫迄个一般的观念吼，民主政治都爱有司法，所以世界人咧鼓量，即款全世界在讲民主政治的国家，大概38国至40国，遐国家大部分拢用立法的。大部分拢司法独立，所以司法若无独立，就变当讲是民主国家。我家己的学位论文研究宪法，啊，专题就是宪法甲司法的关系。当然，拢咧拼，宪法真快，啊，司法方面我老咧拼，啊，因为甲我共的人较少，所以大概30多年前。一时代司法大改革，一时阵阮就出来拼，一阵仔为了拼啊，家己当时要无去毋知影，但是去拼审检交流，拼司法行政部，袂使管固定法院、地方法院，啊，感觉提真济问题，一阵仔拼啊足辛苦，包括我家对家己嘛感觉足屈辱的，去拜托国民党一挂大佬。甲阮斗较起，啊，甲检察官为法庭个顶面甲抓落来，甲辩护律师监委，甲检察官个羁押权，定转了法官，甲检察官个搜索权定转了法官。因为台湾即个国民党个体制，原来是包公案，包公毋是司法官，伊是开封府个府尹，就是反正。犯事也是危害政权，危害政权以及伊所需要的社会安定。所以东方本来就真安尼，国民党这款体制尤其是安尼。所以阮原来真知影讲，都爱为这方面来烦恼。今仔日讲到这牙牙的情况，我感觉真痛心。伫1979年，我打转来，我大概今仔在做这条，我好是拢知影话。是啊，一篇宪法甲人权，这篇写出来，居然乎国民党个报纸围剿，讲我袂晓体谅，讲台湾个治安真歹，啊人过来对官啊，啊闹啥物人权，因拢毋知影讲感觉，毋是要报复，毋是你犯罪，我要甲你报复，你犯罪，等我甲你杀，甲你看，毋是，就是讲你即个人格上无适合这个社会，所以甲你送进。啊！甲，甲你教化，咱个法律原来就是安尼。啊，一个人若破病，啊，当然咧，生命较要紧啊，就甲教化无关的。所以世界这个教化出来的时阵，就是有病教保。啊，这个教保一个症状啊，就是讲是毋是爱教保，有精神上的病，还是肉体上的病，爱教保唔教保是教病因。所以病因啊，写。鉴定说出来，讲伊都精神无真健康，所以开枪拍雷根，啊雷根起个，伊个杨明尊迄个相当嘛判出来，甚至咱会当看一个，美国个判咧，因为真济陪审员用迄个监办人，啊这都爱判罪，但是鉴定书写讲，啊这都袂使判罪，伊拿头都冻结掉鉴定书。法务部长好德好人，加个司长也甲做了好德好人，马英九算什么东西？因为北洋萧峰这个人，都喺等于处于有家庭的情境，才好医生，凭啥呢？敢超越鉴定书？伊又是诉讼法律内底鉴定书是绝对权威，啊，所以法院要法官要找鉴定人的时候。伊都爱负一部分责任。你若找到鉴定人歹的时阵，遐鉴定师把你写起了责任。你敢到法务部甲同意啊，变去北洋
得把有些分就是你那款你凭什么？所以这我不不真痛心。我今仔第二个感觉作甚物，就是讲法律不是法律性的法律，法律是人民的法律。所以英美法律将法官提悬个是介在人甲神的中间的存在，所以法官爱绝对尊重。重新保障薪水权，法官判下来要怎接受？啊，今日伊嗰度还地头毛穿个花袍，但是上面嘛讲，虽然嗰啲提价咧，但是你毕竟是人，所以你的判决我无相信，是我老百姓来背信。检察官是行政官尔嘛，伊不符合原告徛伫边缘的地位，啊，是因为伊爱负责社会。安全哦，社会公平正义，才让伊较济会使去申请哦调查哦，要求调查机关、警察机关协助，迄个困难，唔是一时忙咧，我要话乖就乖，哦，啊，所以台湾这个检察官实在真可恶哦。你若像讲死倒落，蒋介石咧杀人，伊都唔捌法律，根本心目中无法律，啊，你来读法律。啊！一摆会捡一个，你高考一条，你用笔法过来犯法，所以我才会起切。当面讲，这法律人都是法律人里内底笨手。哦，阮太太讲，你太太讲闽南话安尼，啊，所以并笨手，不够笨手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我难过就是讲，65岁以后，我会感觉我自己法律以外，别个代志无够济，啊，拢在读法。讲法律拢无咧读个，啊，册嘛算了，呆呆啊，啊，不加载。我迄阵啊，我若错查，我安尼也无证件无，老板看到，我一个学生背，红桂山、张文良啊，我今今日也上这人，我拢比我较老，所以我免烦恼，趁钱唔惊落错嘛。所以嘛是真济啦，我今日我那啊感慨真济啦，感慨真济。啊，我唔知影司法官咧惊啥，阮即几代、即几十档的努力，已经有法官升迁咯，因为新港调派升迁已经法官家己派代表啊，迄个人事委员会法官，啊法官啥代都惊，蛮研究，但是实际上，即法官不但惊，啊过来联合，啊就是即法官联合来欺负洪永辉。朋友发一款来发嘛，即话那话真感伤。我65岁起，我唔捌教法律，唯一要你教就是讲遮老啊，我若要去教，都安尼讲，温习啊，才敢去教。都使我光棍人数，逐摆去安尼讲个，叫人都爱，无你食各种头路，拜托。你一旦考律师、考法官掉，你创啥物生意拢会趁钱啦。哦，日本的大企业啊，大部分是我头发绿的嘛。啊，你吼拜托卖来创法官，法官你都爱哦，啊是讲检察官，你这都爱符合社会公平正义，无你嘛去做律师，来做派律师都较无要紧。啊，我若好个再带来，有只真好个律师个，看阮法律界有迄个继续努力，啊，伫遮。感觉变人讲足复杂啦，足复杂，心境实在好足复杂。司法是行政，吼，你司法伊毋是要用了人事行政来行政代表，代表。但是我讲，就是讲你法官家己爱有一个角度。你即马法官是安尼问我，哎呦，啊法官，啊你在安尼做甲遮久，也无顶顶，也无啥，毋是安尼问。美国人法官就是法官，地方法院法官、甲控诉法院、军事法院法官，拢嘛变大，结结是怪，结交为怪奴主，这社会特别哦，最高法院，大家拢嘛变大。啊，阮咧读美国宪法，摕出来的迄落判例，无一定是联邦最高法院的，往往是地方法院法官写判决书，讲哎呦，水准不够。啊，因大家领薪水嘛差不多钱，啊，即法官了咧介伊讲啊，我即摆来听片咧，我电视看当当花咧，啊，电视当当台中，所以毋是司法独立，司法独怪，怪到无钱去食饭。不过我是讲，头家上大，所以今仔日我足欢喜，有真济人，有真济新的法律人啊来创，而且我拜托大家。法官卖做伙问，卖做伙问，
我那有真侪法官，啊，检察官起诉就判无罪，啊，像我们那边检察官，这检察官不但笨手，那个足卡骚，足老实，日本的检察官提起诉案件，法官判无罪，99.98%，那个一个。今日我来要起诉一个案件，伊大家感觉这个起诉准也奇怪，大家都起心认真，检察一体会开意见。啊，捌有一个检察官创了叫法官判无罪，头下要自杀，落尾被囥，走去庙里去做和尚。做和尚。啊，一日干嘛念佛，找唔到方，进去调查了无真假，台湾。诶，并这个家要一条路真长，拜托大家继续关心，甲这好诶法律人支持，阿嘛搞拜法律人画像个呢，啊个像安桂山啦，是讲温良啊，这法官啊拄着这案件啊，徛出来安尼出亏啦，啊家己安尼欠长呢多，然后咧吼，啊我今仔日拄地中来遮，大家地中拍一个破个歌。